记录裁判员王瑶瑶、王小月，运动员刘闯、阿布拉江。下面比赛开始。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刘闯获得开球选择权。各位观众，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中国体育直播 TV 平台观看英之故乔氏杯2018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山东临沂站第六比赛日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小刘闯对阵屏幕右侧来自新疆的阿布拉江。小刘闯来自辽宁。比赛采用140分钟限时，25局13胜，双方轮流冲球。本时段比赛也是本次分站赛第三阶段双败淘汰64-32的比赛。两位球手都有斯诺克的背景。小刘闯曾经在英国的克鲁斯堡征战过世锦赛，而阿布拉江曾经获得过中国职业斯诺克全国冠军。10秒，延时。看要不要带一些力。谁看球发力的时候啊，身体有一些动作微微的变形。下地杆，白球从十号球的下方弹两库，力量稍稍有一些大。还是一样。按照阿布拉江这个设计啊，把白球尽量叫到跟九号球角度稍微小一些的位置，最后做13号球的左侧中袋，8号球右侧中袋。到位。
上来，阿布拉江也是抓住了小刘闯，进攻的失误，1-0。阿布拉江胜，比分1-0。在这里感谢乔氏、中式八球台球桌、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LP 球杆、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波茨杆、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纳布斯台球专用纳米擦杆布、九万级球技、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对赛事的大力支持。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查询本次分站赛的相关信息。本时段比赛也是本次分站赛64-32双败淘汰的比赛。第二局阿布拉江开球，看冲球，开球失机。这一上来阿布拉江开球失机，刘闯这边可以选择，我们看到四颗单色球在右侧中袋下方犬牙交错，刘闯选择单色球进攻。15号球的左边中袋以及16号球的左边中袋都有下球的线路，稍微留一个白球打13向下的角度。过来再仔细的观察一下啊，左边的14跟15。这个局面现在可以说刘闯这一盘这三颗球啊打得有一些复杂了。都有一些角度，主要还是右边这个11号的一个白球位啊，很单一的一条线，5-4，再上来，这个到位了。36中间，8号球反向中袋，刘闯胜，比分1-1。他刚才那盘球失机了。刚才那盘球在那，不，他刚才开的盘，你好像没听见我说。啊，行。三局刘闯开球，
十秒。擦一下白球。嗯。对了。白球，这位置又是不舒服。再来调整，薄了。两位球员呢都是有斯诺克功底的，没错，所以这种球看准度怎么样，没问题上来。再看一下六号的角度，发力，打得太厚了啊！也可能是这几天的这个比赛场次特别多啊。嗯，我们频繁的发现，无论是国内选手还是国外选手，都是在进攻我们屏幕左侧这底带的时候频繁失误，以前倒是很少见。就是在同一个袋口，大多数的运动员在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像刚才上一场比赛董毅，对，就这个底袋就至少打丢了三四颗，对、嗯、刚才阿布拉江还有小刘爽都是在这个底袋也是出现问题，又多了，可能一上来啊这个状态手感，因为小刘闯是排名在前十六的种子选手，他也是匆匆来到临沂这边。再来看这个二十四，距离叫的有点远啊。嗯，走底下两脚，白球再上来，白球携带犯规，这杆球的机会呀、啊、还是一手的次数有点多呀，双方互相都觉得可能要打光，但没打光、嗯、又还给对方，其实相对刘闯的机会更好一些，只不过在白球调整位置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偏差，而且差的还不少，对，可以理解，第一场比赛找一找感觉，没错，毕竟长局制我们打到了第三阶段，已经从之前的这个抢九
抢七，对啊，变成了这个抢十三。也是稍稍有点别扭，对，有点尴尬啊。2-1。第三局，阿布拉将胜，比分2-1。从1989到2018，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出口16个国家，全世界数千万球迷使用，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重新定义球杆标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近。第四局，阿布拉江开球。这边画面能看到，七号跟黄一组合是可以去进攻的啊，没有问题。单色有机会还要上去，争取先把他们的四号跟五号球解决掉啊，红三打完之后刚好还能把六号球左边的袋口让出来，这是最好的。现在这个角度看红三啊，可不可以支持上去先打上方的球。角度不错，中低杆啊，力量不用非常大，打进自然弹起来叫到左边的五号球。这样的话白球还得再上去，看支不支持从12号球跟15号球中间往上走下低杆。这是比较安全的线路，好球。这样顺下来就好了。
本场的主裁判徐锦言。双方打平2-2。我觉得刘爽开球，薄一杆，带一些低杆上去，这个想法很好啊。对，带一下，最后出杆的时候速率也很快，想通过摩擦力呢去横上去之后去顶一下左边边库的这个花色球。是的，但是也确实张指导这个角度太大了，太大了啊，已经是有一定的拐头效果了，但是没办法，角度太大太薄了，可能球台再稍微再大一点点，哎，他这个延伸线啊，对，就长了。这也是咱们中式八球的球台跟斯诺克球台的区别。没错。咱们的中式八球球台呢是长是2.54米，嗯，啊，宽的是1.26米。对。桌子的高度在80到85厘米。对。如果说我在你这个地方再稍微再加点东西的话，嗯，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长宽是内眼的一个啊，对，内眼的啊。你像平时如果说我们想开球房啊，或者是量一些地面的尺寸的时候，嗯，一般长度呢咱就算成2.8米，宽按1.5米算，因为你还有个拉杆的这个长度，对吧？然后呢比如说你再往上加，我说的2.8米、1.5米是指球台外眼，外眼的，然后再加的话，最少加1.5米，就两边最少加1.5米，就是拉杆的长度。曾经问过开球房的朋友们，他说，我问他，我说一张球台，他如果说能够，就球友们打得比较开放，大概其这个面积是多少平米？最少25平方。25平方，对，最少，最少的，还没算座椅板凳。所以说，这个如果有想开球房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意见。对。给苏打电话没毛病。刚才也是看到了一个刘闯左下角底带的失误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难度不大，
还是因为发力过大啊，动作可能有一点点小变形，没打进去。阿布拉江呢是排名靠前的种子选手，他呢是从第二阶段进入到比赛当中的，比刘闯多打了两场比赛。对的，手感啊、状态啊、环境啊，他更适应一些。更适应。不过还好，我们的赛制是在第三阶段64-32的比赛是双败淘汰。没错。有一些球员如果状态不好，或者说马失前蹄，输掉第一场比赛还有机会。因为确实啊，像你说的这个样子，从第三阶段忽然过来的1-16的种子选手，他确实没有机会去适应这个场地，包括场上气氛。虽然说排名靠前，能力是超前的，但是你不适应这个场地，包括上场去比赛，你永远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包括你练的时候可能是信心满满，特别好，一上台，哎，这台跟我练习台是不太一样，走速有点慢啊，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边上的人压力啊，说话声音呢、啊，都会产生一定干扰。对，我觉得阿布拉江胜，比分3-2，阿布拉江开球。定位器，不知道徐允言有没有找到他自己那个啊？对，前两天他说他好像定位器忽然找不到了，找不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关于这个咱们这个裁判团队啊，他们这些裁判也是有类似的一个级别或者荣誉在里面。嗯，他们用这种黄金颜色定位器的人呢，好像都是后面因为表现比较好发的，然后上面刻名字了。具有级别的象征啊，对，比如说像斯诺克有金章，金章，银章，对，哎，银章裁判，关键就这种定位器再刻上你自己的名字就特别有意义。那啥时候能送你一麦克风给你刻，对吧？还真有，以前在电台，金牌播音，金牌解说，叫金话筒，金话筒是吧？啊，您这以前是午夜什么电台啊？午夜 DJ， 北京体育广播当时，嗯，那挺好的。毕业了之后去实习的，后来呢，这个先是记者，然后又是跟着，跟随老师，走吧，嗯，哎，专访节目呀，包括说什么当时的这个足球行业，足球、足球、足篮排三大球、奥运项目，就这些。嗯，其实插一句题外话，嗯，中国的体育人啊，嗯，不光是台球人，普遍的体育人都过得很清贫啊。很多奥运冠军，啊，对对对，咱们觉得哎呦奥运冠军的，自行车的、摔跤的、柔道的、举重的，其实他们过得都很清贫。是这样的，电视上的风光啊，回来之后是特别容易被遗忘和淡忘。嗯，
这完球打到现在又要出一些小问题，尤其是九号啊，下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打的位置。对，岩石，除非你能叫到一个特别好的二号球下方打右边中段，还不一定够。这个七跟九之间的一个位置关系。防白球，这边刘闯是肯定不着急了。对，但是这杆球略显随手，对，就是你要最起码挡住他一个可进攻的，对吧？因为这个球还是有一些危险，从上面带一些左塞高杆下来，甚至于说用低杆啊，在屏幕右边绕球台都有可能啊。左塞高杆下来看看效果，能不能顶到或者叫到位。打不到啊！这颗球如果说一旦刮到七刚才的包边再下来叫到十二，那绝对就是防守漏洞了啊！选择反弹，这球不要进。刘闯抬高杆尾打二号。有机会可以帮，但是你白球停到左边带口，就对方有拼翻啊，拼翻中带的这个机会，看怎么选。要不然你翻黄一，从上边顶库翻下来，左边底带，十二号球帮进，白球放到右上角，直接做一个防守。打红三，看白球放到六号里边，再走。很有意思啊，两位前职业斯诺克的国手，嗯，在咱们中式八球斗起了防守。对，其实这种球看着也是蛮有意思的。对，咱们昨天看了一场杨儒对金俊的，金俊的，对，里边也有一些攻守的东西在里面，包括说先后手的算步啊。对，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两位斯诺克球员过渡到中八上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跟昨天不一样。嗯，但像一首歌唱得好吗？我们不一样。我那首歌前段时间我还一直在这个街头巷尾都有人在放。确实啊，能清楚的看得到这个白球控制通过一到两库去做的防守啊，斯诺克球员在这上面会更擅长一点。那斯诺克有一些固定的套路，对，啊，说套路有点业余了，线路。那我们中八的职业球员可能说，更多的就是简单斯诺克，嗯，一库，或者是直接把白球放到某一颗球的这个与库帮的缝隙中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但张指导是老球手了，也是老教练，嗯，这个以前，比如说往前倒个六七年、七八年，嗯。其实都是您说的简单斯诺克。对，那随着外籍球员以及我们的比赛越来越多呀，这种扎跳技术提高得特别快。对，我跟张指导也反复在底下探讨啊，以前就是我挡住就好了，现在都开始算计什么，不让你跳，贴住我能挡你两颗，或者说我弄那两颗就做你斯诺克，我绝对不用一颗就做你斯诺克。没错，能给你这个球叫到贴上，或者是白球靠护边不让你发力跳杆，对，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好打。而且跟之前跟刘海涛也聊，就是都能算计到说，我如果我前面没有斯诺克，嗯，后边做对，让你出杆老别扭。最差反正是一个千里之外，一个在最上面，一个在最下面，白球甚至于靠库边，对吧？最简单的防守方式，包括后斯诺是吧，嗯？让你看得见打不着，或者让你打得着你叫不到位。没错，给你露一个，比如说特别直，或者超级薄。所以这个防守啊，如果打得有侵略性的防守是很有观赏性，没错，很有内容。有的时候他这杆不进，其实是为了下一杆可能直接要进攻青台了，看有没有接力。
这个球必须要接力啊。对，七号上左边边库反弹挤开九号，接力的话二号也是没得打了。嗯，感觉这个刘闯看现在这个位置啊，七号球他觉得可能不太好进。嗯，那红三再翻一杆或者是做一杆防守，十秒肯定是向屏幕的右边去放。哇，这个力度控制的是刚刚好。没有了，犯规，自由球。好球，看角度可以直接上去是最好的。强行登杆还是低杆向后利用一个左塞。有塞很明显啊。我觉得还可以摆红三打了，然后用四来叫，但是这边刘闯是选择了一个打四之后要红三吗？用带口去过渡黑八，这个方向上，哦也可以，就是不太合适啊。打红三叫四，右边中带打薄一点点，还是有点厚。再打右边中段，太厚，中段好像刚好给漏了一个比较直的位置啊。对于刘闯来讲，刚才这一杆八号球的这个做球啊，实在是重大失误。4-2。第六局阿布拉将胜，比分4-2。七局刘闯开球，
过来看一看角度。白球还是弹起来一点点啊，过来看这边九，其他球有没有挡住中带，应该是没有啊，还是够打。低杆可以下低一点，力量不要太大，拉过开球线，很重的力量。左上方还可以打。刚才呢，阿布拉江也是过来看了一下下边两个花球的一个位置，这杆球还可以向后继续叫，弹库起来，推顶，稍稍的有点薄啊，这个角度能停住吗？而且左边的十三号上方，这个六号离他有点近啊。不好了，没了，强行进攻，左上角。漏机会了。看这架势，开轮。打黄衣白球将对方带口踢进之后，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勾啊，从右边边库下方过来，可以勾最库边这颗球，十三。二号左边底带，五四有没有机会帮进？没问题，白球再上来还能看到。这盘球打得还是非常谨慎，左边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先把二号球打了啊，可以上手就交六，
然后五号球左下角就有下了。我觉得为什么刘闯迟迟的就没有去进攻呢？还是想打得更稳妥一点。再做一杆，也就是说让对方的这颗带口的安全球打离开带口，这样的话后面自己轻弹压力会比较小。看这杆两到三库的解球啊，白球犯规，差了一点，有机会可以接力。剩一颗球啊，确实是很痛苦。没办法，对手多啊，球多。做斯诺克的选择是非常多的，一打一 K 吗？看看效果，平开，看位置，还不错啊。上方黄衣带口，这颗球叫的还是不好。刘闯自己也摇摇头，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熟悉的比赛感觉。嗯，一上来刘闯打得不兴奋，又防一杆，再来看这个啊，这是个两库解球，犯规。一分三比四，这气水刘闯胜，比分三比四，谢谢。
八局，阿布拉江开球。今天一上来刘闯的白球到位率以及整个的竞技状态并不是很高，而阿布这边呢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稍微多一些耐心，既然对手已经拉开架势准备跟你打阵地战，就要稍稍的多一些耐心，不要一味的突进。刘闯这一边呢也是虽然说摆出了一个弱势啊，上来之后主动防守布局，但是呢还是要尽快的调整到比赛状态，因为毕竟刘闯的这个优势还是在于进攻上。那这种球多悬啊，十秒，延时。要蹬杆蹬得不到位。上一盘阿布拉江自己剩一颗球被刘闯各种调度，看这一盘刘闯现在剩三颗，阿布拉江会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是从阿布拉江从职业斯诺克转到中式八球界以来呢，他的这个风格还是以主攻为主啊。十秒，延时。第一时间准备的就是组合，看要不要布局一下。漏了一个14号球长台，但我估计刘闯应该。会打了，那球剩的也是比较少啊。嗯，不拼也是，后面对手肯定是防守占优势的，这机会也不错。但现在刘闯肯定很纠结，自己的这个手感特别差。啊，对，手感还不好。对，前面这七盘球里边
一些不是特别难的球啊，失误还是有点多。这回顶住压力了。又稍稍的有点过头了，感觉刘闯其实一直在调整和适应场上的这个白球的走速。嗯，这个也可以理解，这个从我们临沂站之前有一个比赛，有一个展会，球员们来回奔波啊，可能在这个生活上啊，包括休息上，旅途劳累，对吧？状态有些起伏，都可以理解。第八局，刘闯胜，比分4-4。双方4-4。第九局，刘闯开球。冲球有球进，看能刘闯能不能抓住机会。以领先者的姿态呢，进入到第一个官方暂停。主要现在呢，选花色球呢，13号被4号球挡。选择打单色，无非就是37衔接的位置，以及最后2号球的一个小贴库。还可以，能接受吧。就尽量留到这个缝隙当中，上手打七，看能不能够调到2号，打二拿四，衔接6。2号球还是尽快的处理啊，很强的右塞高杆，主球的2点钟方向。对，因为6号球右边的中带没有下球，拿它最后衔接8号有难度，所以先打2调6，6调4。角度如果小，白球可以从14号跟9号中间过；角度大的话，9号跟13中间过。没问题，那这样的话，从13号球左侧
白球顺下来，刘闯第一次比分领先5-4，官方暂停5分钟，开球清台，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废局。美丽乡村，梦幻田园，鹰之故，绵绵青山百里长，弯从1989到2018，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出口16个国家，全世界数千万球迷使用，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重新定义球杆标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 让梦想更进一步。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杆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波次杆更适合打中式八球。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次杆，我挚爱的武器。波次杆，更适合中式八球。波次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次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9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暂停过后啊，咱们再回来看比赛。前面9局球。刘闯是一个5-4，暂时领先1分。现在的比赛是25局13胜，现时140分钟的比赛了，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3阶段，64进32的双败淘汰。
推进过来看白球位置啊，黄一不错，打进黄一左边有二号可以向上，关键的一颗就是六号了啊。如果有机会可以打七的同时呢，将六号球解决出来，或者是打左边啊，有中带球啊，可以利用库边呢走两到三库，将六和黑八的位置先敲一下。那这盘球还是有机会的啊。但是现在这个白球走太多了，这杆长台突击啊也是没招，本意想叫左边二号，结果往前走太多，十号打上了。来了啊，两到三库，六号这边带一下，可以到了，好球，效果，还能接受啊。这个球有没有一些想法？因为后面黑八其实这么看啊，就难度还是不小。要叫的比较近才好打，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六号接力啊，把黑八接出来这种想法，看前面会不会用，或者是后面六号球叫一个特别合适的角度，一打一 K， 黑八会更好打。来了啊，这杆球要不要接力？没有，先过来看白球位。其实八号球这个位置其实做这个翻带啊也是可以的，可以。一杆准度了，拉回来叫翻中。这个角度也合适，阿布拉江这个肢体啊，似曾相识，很多的咱们的中日八球的职业球员都会这样啊。你说是这个大鹏展翅吧，仙人指路，只有这个这一个手去展了，左边是还拿着杆顺着过去的。本时段比赛结束之后呢，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30，还将进行今天最后一个轮次的比赛，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好观赛时间。第十一局，刘闯开球。两位球员的冲球的方式，都选择将这个架杆手啊放到库边上。杆球如果说白球下来啊，杆法稍稍再低一点点啊，正顶到十一号，那效果就最好了，还得再调整。
球。这一杆呢，两个方式，一个是将九号球打进之后，白球调到十、十三，最后十五，也可以一个先打十五，再下来十三、十八都可以，还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因为八号球左下方底带呢是一个开放的线路，这两种选择呢都成立，主要是建立在刘闯的这个信心上。嗯，感觉刘闯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样球台的走速。嗯，通过这几杆里边的一些走位啊、发力啊等等，那这杆球只要白球弹边库，唯一考虑的就是避过左边的中带带口就可以了，力量可以稍稍大一点。嗯，没问题，没问题。六比五，刘闯领先。这十一局刘闯胜，比分六比五，开球精彩，谢谢。第十二局，阿布拉江开球。这边阿布拉江的冲球又是没有球进。审球阶段，其实这一盘球花色球还是啊局面挺好。对，里边单独的下方啊，十四号球如果有机会可以叫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这盘还是很有希望精彩。嗯，因为它两侧都可以打，你从左向右打和从右向左打只需要把十二号先摘掉就可以了，对吧？甚至于说你从左向右打都不用去管这个十二号挡带口的事情。头两三盘刘闯的这个状态可以用这个梦游来形容，那么后边随着这个机会增多，慢慢的找到了这个感觉。对，现在看六号逼过来，嗯，这个位置我觉得十四应该就有了。
很有可能跟上一盘一样，八号就最后做一个左下方底带的线了。对，六号也没挡，嗯，很开放的位置。带着低杆，看角度，高杆可以从屏幕的下方往左边上方走啊。一点点的右塞，很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啊。对，不满意啊，因为是这个白球啊，现在出来之后效果呢是一点点向上的，虽然说低杆一定或者往回一拉可以打进啊，并且交到位，但是个人还是有点不满意。对，职业球员还是相对来讲完美主义者多一些。没错，因为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像我这样的对吧，也有随缘的啊随上了就挺好，随不上拉倒。七比五，右闯领先。乔氏台球桌，央视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台，全国4000家高端台球俱乐部的选择。乔氏台球桌，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八球领导。第13局，刘爽开球。刚好啊，右边还有一个底带，稍稍有点向下角度。9号打进，这位置上方的14还是可以先进啊。高杆推一过过来，10号球可以交中带。那下方两个底带，看这个位置啊，15跟12不是自然角。嗯。最好可以留出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白球尽量接近开球线啊，不要过。直接来了，看15号再走，可以接受，还能用低杆来交位。两位球员也很有意思啊。嗯，两位球员十年前对曾经在斯诺克的中巡赛当中呢碰到过。对，什么比分？当时小刘场是4-3战胜了阿布拉江。10年之后两个又碰到了，在这个中式八球的咱们的乔氏大师赛又碰面了。4-3能赢吗？不一定啊谁四谁三、啊、必须13-12才可以。你老问我这样的问题13-12才可以当然双方的球迷肯定都不希望打得这么焦灼，没错、啊、太虐心了那样。决胜盘分出胜负。嗯，推过了，
确实，张指导，这个有您常年征战职业球坛啊，很多选手真的是抽签这东西，感觉很有运气。对，这个成分存在啊，可能打好几年一回的碰上。对，有的就是小哥俩天天粘一块，总能碰上。对，哪一站总能碰上。其实说到这儿啊，随着我们中式八球的大师赛的这个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强，我还是以我个人的这种就是愿望吧，希望建立咱们中式八球的这个国际大师赛的数据库。嗯，我们国内球员就好比像为什么好多的球迷去看这个 NBA 一样，对吧？球员的两支球队的交战历史，球员的数据，对吧？有排名，有一个赛季这个球员的常态进攻率是多少，对吧？比分是多少？赢了多少局？输了多少局？等等等等，也方便这个球迷们观赛。更主要的是，这一个赛事联盟，它能够有故事性，能够延展下去。是的，拉着观众愿意花钱或者愿意花时间去跟着你的比赛往前走，见证这个球员的成长。而且很多东西一旦有数据库的建立，可能第一年数据并不是很完善，2到3年之后，它不光是你赛事的一个资源，更主要的是。很多的教练包括球员，他可以有的放矢。比如说教练拿到这个数据之后啊，什么样的我要培养什么样的球员可以成为冠军球员，那你现在这个学员的这个水平，你现在这个数据，在这一个赛季当中你还需要在休赛期加强什么样的训练，这是一个对中式八球的这个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呢，建议吧。对，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阿布也点头了。但是阿布这个点头是因为他的白球和前面走位没有走到位啊，出事了，越打越难。要不要打5号就薄边帮进平带口，就算你放到那儿刘闯拼不进，你的7号跟3号还是一个特别别扭的一个位置。薄边看看5号向前走，白球顶时斯诺克没有放长台肯定不行了，这球要看对方了。甚至于说我觉得刘闯这个球连仰带下也可以。对，左边的这两个球特别不容易做防守。没错。那看他个人想法是拼发力还是轻推。以他的这个比赛来讲，发力好准。3局刘闯胜，比分8-5。这一杆状态来了，可以看得出来刘闯已经进入到这个比赛模式了。4局阿布拉江开球，从前面落后到现在反超3分，刘闯也是一点点找到了，慢慢的找到这个手感跟状态。对，我个人感觉他这个白球还是没有到一个最佳的控制上，但是现在比赛进行到
这个阶段啊，我就算控制不住，或者我漏了这个机会给阿布辣椒，你也打不过。嗯，而且我现在的准度有回升。对。而且，咱们看啊，这刘闯这回比赛发现没有，走道特别着急，很快。这也是他的一个进入到比赛状态的一个表现。对，你看他第一局、第二局打得特别臭的时候，他也不是这样。你看现在这节奏多好，角度合适啊！哎，推高杆一扣过来，右边中带，一点点向上。那这个杆球第一杆要小心，不要把 K 八的位置碰到啊！加杆。利用一些低杆啊，弹左边边库起来，不能太轻，大一点的没关系，不要太小。好球！这是我们熟悉的刘闯，我记得在总决赛十佳球的时候，嗯，刘闯至少有三个吧，精彩进球。9-5，第十四局刘闯胜，比分9-5，谢谢。15局，刘闯开球。9-5，刘闯在这个阶段也是连续得分。现在这个白球右下方。四号球是由底带给进攻，二号球还是稍稍有点薄。过来看看三号跟五号啊，三号左边底带肯定是有下，五号并没有阻挡。这杆球不是培育，肯定是要叫黄一的，争取先把库边的黄一打了。漂亮，这球准的。这球用亨德利老师的话说，没毛病，真是准。这球有点像一些高手里边的，就叫超能力一样啊！
关键时刻一个大招，那也没办法。看来张指导以前也没少这个看这个武侠小说啊，电子游戏，对，是吧？但我们那时候不叫电竞啊，叫小天任天堂小霸王游戏机。哎呦，这都是有年代感了啊。咱们还是别暴露年龄了。其实我跟张指导都很年轻，我们俩都是同年啊，25岁。对，没错。哇，这杆赛带的。太想要求这个白球的位置跟角度，是，不过差的有点多啊，就打得太薄了这个球。要防守了，他留这个位置就符合小刘闯的打法。这杆白球防得不理想，下面还可以看得到这个红三啊，而且一定角度向屏幕左边，有机会可以从下边向上去兜一下啊。翻带，哎呦，这个位置两库，看有没有想法，两库翻屏幕左边中带。对，然后带一些低杆从下面直接下来再上去叫黑八。哎呦，这个力量就得很大，比较大，而且要小心十五号，这个十五号的位置有一点点小碍眼，太难太难了。漂亮，化腐朽为神奇的一杆 啊这杆两库翻带啊，这真的漂亮，看着简单啊，看着进着很写意，它的要求东西特别多。第一要发力，这个分离点肯定是变小的，对，还要下第一杆校位，你得修正这个入库的位置。好球，韩娜，好球。第十五局阿布拉江胜，比分6-9。第十六局阿布拉江开球，上一班阿布拉江也是拼了两杆啊，一个是两库的翻中带，对，一个是大角度的八号球右上方顶带。现在比赛态势呢是阿布呢在这个
比赛行进过程当中呢，想去重蹈这个比赛的主动权，效果也还不错，但是呢他的冲球不足以支撑他的这个表现能够持续下去。对，老是不进球啊，总是等着打后手球。我们看中式八球有很多这个突出型的，就是说突击型的选手，像郑宇博啊、张坤鹏啊啊这样的选手呢，他们都是这种你但凡给我机会之后，我可能两炸两接，嗯，对吧，瞬间就拉开比分，瞬间比分拉开了。对，这个白球位置还是不算特别好的，下方十号倒是可以进攻，但是身下这个马甲的位置小心不要碰黄衣。好球，一看到这种球忽然就想起来今天虽然说遗憾输掉的张忠林，张忠林，嗯，他有大概最少两次这种球，就是身体侧身然后身下有球，还是用很轻的力量去拿捏，叫另外一颗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对，我觉得就是项目不熟啊。赛后呢跟董毅也聊了一下，他对张忠林的水平也是非常认可的，毕竟那是世界性的球员，他自己也说肯定还是对这个球台啊打法呀、啊、不熟，多少有些不适应。对，自己呢在这个 TV 台的时候虽然打了两场，但是对灯光啊包括周围的这个环境啊还是有些不太适应，不适应，嗯，但是对张忠林的水平这个董毅是认可的，认可的，而这也是老球员的一种风度，对吧，比赛赢了归赢了，但是我们客观的理性的来判断。这杆关键球，嗯，一打进，阿布拉江的上方六号球是可以现在有机会进攻啊，并且看这个角度高杆弹一库下来能不能顶到下方的球，再走没发力啊，这杆这颗球可惜啊，如果说稍稍带一点力量轻轻的顶墙三啊，这个白球位置呢出杆也会比较舒服。做防守了，还是漏，十五号还是可以打啊。十秒，延时。
长台低杆打的效果是非常好，但是呢，并没有把八号球带活。又是一个长台，而且比上一杆要难啊。先调整三号，或者再下来，不着急。看这杆球啊，球的三点钟方向，打完之后白球呢有一定角度，有向上的角度啊，但这杆球得发力蹬上去，或者推杆，或者低杆啊，最喜欢的一种方式。右塞起，哎呦，这角度合适，哎，自然顶开。是不是还要再叫一杆呢？那低杆，因为我现在看不太判断不太清楚这个七号球能不能单叫啊。哎，今天的今天的阿巴拉加好像就是这种失误特别多啊。前面有一个下了一点右塞，打左边底带下方没打进，打得特别薄。这杆的话红三右上角，按难度来算的话还不算特别难，跟上一杆的黑八比那是差太远了，对吧？他还是想控力，用旋转弹边库卸这个力。不过这个球没打进，首先就是我觉得是个大问题，对，对他来讲应该是个低级失误。又是防守出问题，有点情绪，这球打的有点情绪。对，这一分如果丢掉，在抢十三的比赛，对手先拿到两位数，那自己的压力会很大很大。推高杆呢可以上左边，下低杆呢上右边，再走，这角度也合适啊。黑八可以叫右上角，嗯，从上往下，或者说是黑八左边中带有，我觉得这个球啊大胆点呢可以去叫右边上方底带啊，就吃顶库再吃到左边下方过来，吃两脚，对，来了，一再走，好好球，10-6。这是六局刘闯胜，比分10-6。
这是七局刘闯开球。这几盘球里感觉阿布拉江这个分丢的啊，就特别可惜，基本上都是交到位了然后没打进。往前推，上方有个十二号左边底带，整盘球里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可以叫，看看这个十四是不是够单下，不够单下呢，要一个九号球左边底带的位置，然后呢横向去顶七，擦白球。觉得现在对于阿布拉江来讲，应该要忘记一些东西。对。忘记一些坏情绪啊，失误啊，刚才他这杆球没有接到位，嘴里也是振振有词啊，就永远期待着下一杆，因为上一杆已经成为历史了，不要再去过多的去想。最佳效果呢，直接横向刮七的顶上包边啊，十四贴到黄衣上了，还能打吗？应该是差不多啊，但是这个杆球的力量呢，要看角度来发力的。好球，好球，这杆钻的好球，直接很直啊，往回拉，左边中带了，黑八。七比十。这是七局，阿布拉江胜，比分七比十。十八局，阿布拉江开球。还是冲球没有球进，对，总是自己好不容易扳回一分之后到自己冲球局了又没进，等着对方选，对，还特别被动，就形不成连续追分的这个态势。没错，就这个势头呢老起不来。嗯，刚起点火苗灭了，刚起点火苗就灭了，因为对手现在呢这个手感也是慢慢的有回升了。嗯，十秒，延时。推上方两库再下来，看看白球的落位，再走。应该是可以多少偷一点带脚，先下来叫九。稍稍打薄一点点，下点中低杆右塞，不要太重。有些过头啊，只好打十了。你这个球打九的话，顶着四号向上也是有。
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意外的。对，嗯，还是想打九，那控制力量不要说特别重，基本上白球顶四过来就行，擦着这个四号的边儿。哎，你看这个四，这是他的这个出事了，意料之外的事情。不过从这个方向看，嗯，中带有点小微妙的关系啊，感觉有点欠够，这四够非够的这个位置。如果不靠库可能还好一点，可以小扎一下啊，或者用一些其他的办法，这限制了你的打点。哇，十四号顶带十秒，肯定是要发力高杆，有个吸库效果，拼了啊，精彩进球又来了。对，这个叫什么，没过来呀，十一号看不到。这回真没辙了。拼的还真凶啊，没有根本，就没有根本去跟对方斗防守这杆的想法，直接上来拼了。双方啊走两库，还是直接低杆横台过来，刘闯也是比了一下，走两库呢需要中高杆蹬啊，直接低杆的话中低杆右塞，要发力，这杆球不能太轻。两库黑八危险，但是这个球没得打了，因为白球没下来啊，走多一点还好，走太少了，白球吃顶库的这位置太深了。那你要不要再准，关键是看十啊，有没有被这个七挡，如果十二球被七挡了，我觉得放心大胆就轻轻的打一下五就好了。好球，进了有青台，嗯，对吧？回手再打七，下方黄一上去啊，一个准度过渡啊。这杆球打的是真准，哎，应该有啊。哎，这个球关系很微妙啊。带三边三颗，二三四，四号也可以打中带，对，都可以衔接。这盘突破了，对，三号球够打的话，直接高杆推下来啊，白球放到这个幺七和中间啊，轻轻打，调到二七中间，一七中间，三七，二十一。这两天看斯诺克比较多，有人说黄球老说二。就像说看到绿球说十六号，正常，对，因为每天啊最近都是基本上早上六点多起床，嗯，然后呢这两天稍稍的量有点大，到晚上的十一点多左右或十一点，今天是第六比赛日结束，咱们头五天都是六场，从早上八点到晚间，
昨天六场，今天是五场，对、啊、虽然说是五场，不过抢七的比赛已经变成了抢十一抢十三的了。嗯，再下来，应该是8-10，第二个官方暂停5分钟。十八局阿布拉将胜，比分8-10，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源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先角，11.5毫米特制钢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波茨杆更适合打中式八球。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波茨杆，我挚爱的武器。波茨杆，更适合中式八球。波茨杆，中式球杆开创者。波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爱跑强势进化2.0版震撼登场，爱跑将1.0版本的硬件设备进行了集成一体化设计，使安装更加简便，外观更加轻巧，软件脱胎换骨，娱乐性更佳。9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9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00-147，转二。再继续第19局，暂停之后，我们来到双方第19盘的较量。在前18盘，小刘闯10-8领先阿布拉江，比赛25局13胜。
十秒。推下来的时候，跟十二号就留一些角度。这两根推的比较多。擦一下白球，现场的观众啊，也是越聚越多，温度、湿度都在升高。下中低杆，发一些力。好球，白球应该还是有微微向上的角度。放弃打十的话，就是角度特别迟。刹车球，支持啊，一库到两库，角度小直接下来，角度大的话可以吃两脚，下边边库，左边边库弹上去，原石。如果角度合适，直接低杆翘起杆尾，稍微翘一点点，看选择。直接下来，球准了，十一比八，刘闯胜比分十一比八，开球清台。二十局，阿布拉江开球。
带一些力。角度留的有些大，腿弹两库，小了。边库的十一号球推活，用九号球做斯诺克。选择跳球借力。这球啊，如果角度支持，可以过来啊，尝试做九号球。停，过头了吧？不理想。因为先做九号球，左边中带的十四号可以衔接。这球没看懂。
那叫十二号追救下方底带，这力量也太大了。哎呦，好球哎！挥手四号球也挡住了一部分右上方顶带的球的这个下球位置。哦，这个角度过来看应该有，但是不太好衔接。这球打得薄一些。厚了，四号就包边，白球弹边库，
虽说进了是进了，但是发大力，白球基本上是奔一个大概的方向来跑，不能足以保证白球停到的这个精确性。但是四号球只要白球推过啊，尽量往这个左边弧边来放，也是一个很好的防守。延时，哦，准呐、啊！连打带跑，白球停到左边这个位置也是安全。八号球停在带口这边呢，如果打不进，也可以做斯诺克防守，但是这杆就进了。率先拿到赛点，12-8，这杆中带打的是真准，给你100分，不怕你骄傲。21局，刘畅开球。刘闯这边是先到了赛点，但这杆的开球啊没有球进带。比分领先了4分。2号打进，3号踢出来，看这个位置。白球现在跟6号形成的角度还是支持向下的，这杆球是有机会可以高杆推两库，从屏幕下方往上去 K 下方的小球堆，看看效果。再走红三可以打啊，这位置看能不能直接来调整7，比如说第一杆从这个15号这边过来，不然的话还需要再用4号球再来过渡。确定一下白球的位置，3+4，然后用4再要下面的5-7。那这盘黑8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低杆向右下方走，再走，看看角度，角度大，从下方再蹬两库过来啊。7-5同带，好球，这线路走的是真漂亮。这个能给多少分？100分，万一骄傲了怎么办？就怕骄傲。嗯，现在本身是落后，对方到赛点。刚说完，骄傲了。这个应该不是骄傲，这是计算上的杆法啊，分离角想法上出问题了。这个位置看一下距离啊，还是想跳，那用短杆啊，这个长杆的这个位置还是不好跳。就这种球，如果说。正常跳啊，现在咱们也有设备、嗯、就是有那种高的鹿角架，对，专门用跳杆的小短架杆，上面一套，然后往前一放啊，就不用人趴上去了。嗯，
就可以抬高这个倾斜的角度。确实动作不舒服。对啊，很别扭的一个位置。十四漏了左边中带，如果说高杆可以推下上来，直接先去叫到上方的三颗球，这一盘是很有机会可以拿下这场比赛。对，而且自己剩一颗球了，就算刘闯在中间过渡的时候出现一些小偏差，还是防一杆，嗯，稳妥一点。在台球比赛当中经常能碰见啊，领先到赛点的一方想尝试突击一下，然后早早结束比赛，就是一杆球给了对手机会之后，尤其是在小台的比赛，嗯，对手连续炸清接清啊，最后甚至扳平乃至反超。对，孤注一掷了，这就二段跳啊。十三右边中带啊，白球可以推过来，双方两个底带打进之后呢，可以用左边的中带十二号向下来过渡，这把球弹起看角度向上合适。本轮比赛呢，也是本次比赛第三阶段64进32，第一轮次比赛啊，赢球的一方呢在胜部，输球的一方跌入到败部。对，稍稍带点低杆啊，可以避开黑八啊，这杆球一定要下来。推弹起来继续啊。对，就是四最后十四衔接八号右边中带或者右边底带，虽然有一些小碍手没关系，够直。打进十五号右边中带，嗯，多严谨，再擦一下白球，关键球啊，嗯，也是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没错，稳定一下情绪，嗯。打进黑球，刘闯13-8将阿布拉江打入到败部。下一轮次比赛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30，我们稍后回来。好的，稍后再见各位。